没有教育意义啊。毒千万不要沾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先让你赢个一些，后边就开始无限输。赌徒心理那是不行的。全军出击。说得好，我先下注10个鱼丸。哎呀，那鱼不鱼丸的这都无所谓，鱼丸啥又干不了。真的千万别赌啊，也别去借网贷去。先打个蓝 buff。闪现！哎呦我的妈呀！他怎么知道我来打蓝来了呢？很奇怪呀、啊。而且这蒙多连兵都不吃。我会让他见识一下寒霜之咬。这什么意思？你打不死我呀，关键。人家俩连体了，你不来连体？那螳螂指不定害搁旁边呢，啊！你跟谁俩打呢？不是？你跟我打啥呀？你好使啊！物归原主。小胖蒙多还跟我打上了。把他被动干了。顶咬这英雄太能跑了，很难杀呀，特别难杀，带减速的。我们拿柱子耗他的血。压了，先来个水银海吧。要我说，
等五分钟敲啊，敲不了，那人家搁塔前呢，我咋等五分钟啊？他要没在塔前还行，插个眼儿的。撇个斧子就跑，然后就来人，这他妈的我只能往下跑了，兄弟们。太难玩了吧啊，俩人都算了还仨人，谢谢助手啊，那你不可以。没事，我们也不急，混吧。遇到我，算他们倒霉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确实应该玩个狗头的哈，混呗，你就慢慢撇。有大没？没有大不好杀呀。我会让他见识一下寒霜之咬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回家出装备。先来这个，再来这个，出门。太多。
让你混混吧。二塔没了。没事，二塔必没。再见。死挺快呀，亚索。中路收波兵吧，算了，不收了。中路这兵收了以后，上路兵收不着了，回家。完了，差点钱。提蓝刀了就好了。让他拆塔啊，从下边来，让他拆，直接拿肚子顶他。没大，有大这波能杀。我不丑，但他们快要变丑暴击，看他去不去下吧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能走啊？没有大，你这塔前给我站什么玩意儿呢？站他妈装逼呢，装啥呀？螳螂可以玩我们，算了，去中路拆的，把中路塔给他拆了。来吧，来和我玩吧。没人管我就拆了，二塔有没人管吧，顶他一下。回上路，八秒钟有技能。追来，你们去中，我去上路拆。
上路拆完传下路，打架兄弟们，又一个600块，我会让他见识一下寒霜之手。那蒙多那么喜欢带上路，让他带。我直接闪一手。哎，你们几个去把蒙多杀了，然后我们下路还把对面塔给拆了，可以回家了。其实这西兰刀一出完全不用回家呀，哎，还打个闪，不错。来，我在这这堵着唐唐，在这里头呢，能打过他吗？顶！哎呦，跳高！打死了！我顶他，然后他跳高，你直接那啥呀？这亚索直接开大呀！我们啥也没干，游戏就要获胜了。我已经打出赏金来了，我的450了。哎，中路峡谷先锋，下路我们一拆。顶，嗯，闪现，给个红，投降了。哎，没投降啊，左下角也没写着谁投降了呀，这也没投啊。